你得对我负责啊。不是，这老板，这房间你订的，你没提前订啊？那房间没了怎么能怪我呢？那你不知道提前跟我说让我提前订啊？这再说了，这房间只有一张床，这怎么住呀？啊，那个老板，你饿吧？要不我先去买个夜宵，等吃饱了再想想啊。我先去了啊。哎，不是我去。哎，老板，我买了你最爱吃。哎，人呢？你给我吃这个招太好用了。在这儿吗？我跟小马说呀，这酒店里就剩一间房了，现在我们两个还在一起呢。哎，老板，我接下来应该给我支个什么招啊？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？你想想法，这支什么招啊？咱这老板。你没事吧？什么支招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没事啊。嗯，那你刚才说的支啥招啊？我没有，我就……我刚刚订的外卖，你到楼下了，你快去取一下。这个。哦，好。快去吧。哎，老板。啊。那个前台说没有外卖啊。没有吗？啊，对，我顺带还问了一下他，他说这个酒店还有很多房间呢，不是没有房间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哪知道呀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那要不然你打电话问你闺蜜啊？我问什么？我闺蜜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。